点郑州啊。12:36第一站郑州啊。1:38前方到站郑州车站，到达郑州车站的时间是12:38到13:00开在站停车。22:00，区间运行124千米前方到站郑州车站，有在郑州车站下车的旅客，请您做好下车准备。为方便大家旅行，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列车上的服务设施和项目。列车长办公席在11号车厢，负责解答旅客问询、登记卧铺、办理补票等。餐车在列车中部10号车厢，负责旅行中的饮食供应。供应的品种有盒饭、炒菜、面条等。每趟开饭前，列车播音室将为您介绍供应的品种和价格。为了保证开水的供应，每节车厢靠近同屋的一端设有配茶炉，您自己在取开水的时候，请您多加小心，不要倒得太满，以免列车晃动时杯子里的开水外溢，烫伤了您或其他旅客。第一两点，在9号车厢备有茶备药品。洗脸间厕所分别设在每节车厢的两头，为了保持车站的环境卫生，列车停站时请您不要使用车厢内的厕所。列车上水的来源是比较困难的，各位在使用时请您注意节约用水。列车上的每节车厢都有播音设备，为了不影响大家的休息，中午和夜间将进行广播。您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，请您拨打服务监督电话